官请用点。好，我们谢谢长官，射箭网球专用场地正式启用。我们中山大学有真正一个相对标准的一个射箭场，能够让我们喜好射箭的这一项运动的同学，能够有一个较好的一个场地可以来运动。球队共用场地的话，就比较需要调时间了，不然同一个场地的话就，他们也很危险，我们也很危险。复合弓体验课或者是复合弓课的同学，就有机会可以来体验长距离射箭，就不用在里面只能射10公尺，可能对他们来讲，可能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求。相信出来这边，他们可以体验到更多更专业的射箭。